陶虹也来到了纽约时装周的秀场。大家好，我是 Maggie 许，来自 New York City Fashion TV。 陶虹你好。你好。哈喽、今天那个秀场你的感觉怎样？女生的一个梦想都能实现，特别公主，特别仙儿，特别美。对，今年2月份我就看您来到纽约时装周，这一次是您第二次来到他在书记的秀场，这次怎么又想来了呢？因为我觉得他每一季的衣服我都很期待，然后我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电影节呀，很多活动都是选择卡达西的衣服，所以这一季他们说是非常非常适合我，所以我一定要来看。你被大家称为不老女神，请可以给大家讲一下你的穿衣和美容的秘籍吗？我觉得其实就是开心了，健康，然后平时呢健康的饮食，很好的保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可能你10年你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是20年过后，我觉得相信有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的女生都会有效果。刚刚非常热播的《战狼2》的女主角卢靖姗现在来到了卡达西书记的秀场。Hello， 大家好，我是卢靖姗 Selina Jade。那今天来到卡达西书记秀场，你有什么感受呢？好兴奋，因为我觉得我从现在开始要多一点穿有颜色的裙子。那你对这季的服装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超级喜欢它，现在有一个就是星空的花纹，我觉得让我想起就是小时候那种就是很梦幻的一种感觉。还有就是我发现因为我就都晒得挺黑的，我可以就是穿多一些有颜色的裙子。战狼呢在美国的票房也非常好，因为我在纽约时代广场也看了战狼啊。对对对，非常喜欢你。谢谢。今天呢刘芸美女也来到了卡达西书记的现场，请问一下你刚才看秀的感想如何？我觉得啊好美啊，超级美，要减肥了，因为2018年那个春夏的衣服真的是要又瘦又美的女孩子穿，然后我觉得有惊喜，因为我觉得跟以往的塔达奇先生的风格有一点点不一样，今年好像更偏年轻化，然后整个感觉更清爽，然后他用的颜色和木料和那个布料然后更年轻，然后就是一个春天来了的感觉。然后我刚刚还跟那个塔达奇先生团队的人说，我说为了穿你们的衣服我要减肥了，我要减肥了，不能胖，不能胖。那可以给大家传授一下你的减肥秘籍吗？其实我觉得一日三餐一定要吃，但是可以酌量少量，就比如说可能我以前吃10分饱，那你如果你想迅速的让你的体重有一个变化的话，可能试着也许早上7分饱，中午5分饱，晚上可能3分饱，试着可能减量。我觉得只有减少你的食量才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减肥方法，因为如果你一直都暴饮暴食，我觉得你再运动都没有用。对，我上次记得是2015年2月在塔吉书记的秀场上看到了您，这次为什么你又来参加呢？你非常热衷于咱们这个品牌吗？安排都往后推，然后可以在一个非常好的很舒服的季节，然后来到再一次来到塔吉先生的秀，然后看到了2018年的春夏的新款，我是觉得非常幸运的，然后我自己也很开心。我想以后如果我有机会，然后我有时间，包括今年2月份的秀我都会来，因为我自己平时生活中，比如说我拍杂志，或者说我平时拍街拍，或者我平时生活中我自己都会穿塔达西先生的衣服。 Hi 塔达西书记， great to meet you again, do you remember me? Yes, I do. So what'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seasons come from? Southern California, Malibu Beach and beautiful sunrise, sunset, and night, star and moon. Yeah, this show, this season I saw you invite so many Chinese stars. How was the feeling? It's great. Yeah. It's great. Yeah. Thank you.
15 Love was all about 1980s, 90s tennis fashion and my family's history with that. How was the show? The show it was great. I love it. First time I'm nervous, but now I'm glad that it's over, it's wrapped. It was great. What'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seasons come from? The inspiration come from Bali. This is batik. I come from Bali. Bali batik, called Bali, the batik called Prada. Yeah. Why Prada? Because it has gold embossed on it. Yeah. And then I inspired by Legong dance. That's why it's called Legong. You can see at the preview.
City, city, city.